儿子，成大气候的都得有本事，但有聪明胆力，得有大勇，不学习不成啊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若要断酒法，行眼看罪人。玩女人可以，可不能让女人给玩了啊。人呢，得有点毛病才行啊。啊，有毛病啊，你才能与其相交。看不出毛病来的人，那就说他没有真情，没有真情你怎么可交？你能不能不把你的江湖老跟我扯到一块儿啊？那你知道江湖是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那江湖是人情世故，能应对就不容易，要懂全了那绝对不可能。打打是啥呀，你知道吗？打能不能别打了？儿子，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，要问山下路，顺问过来人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江湖不是尔虞我诈，江湖是礼尚往来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屹立不倒，个人的能力是一方面，但是他为人处事的能力才是他真正长久的原因。正如这本《人情世故》中所言，真正的聪明人做人做事都是恰到好处的，滴水不漏，不仅收了实力，也落下了美名。而他的关键就在于人情世故。